呀，你这手艺从哪儿学的呀？这照相馆真应该雇你当化妆师。我爸雇不起我。哎呀，我们最近电视台啊，人手不够，什么事儿都得自己来，这么一来二去，不就练成了？来，哎呦，这口红是不是太红了呀？不红，这太浓了吧，妆。哎呀，这样才好看呢，跟电影演员一样。我这样还电影演员呢？你可别谦虚啊。我要是有你这么小的脸蛋儿啊，哎呀，做梦都能偷笑。这主持人又不是演员，这个业务好啊是关键啊。不一样，以前的广播看不见人呢，现在上电视了，还是要注意形象啊。哎呀，哎，你说你怎么一点都没变呢？啊，这脸上一点褶子都没有，把我爸迷了哟。胡说八道什么呀？哎呀，一会儿啊，把那个你爸西装拿给他穿。哎，那自打结婚以后，那西装就压箱底了。哎，你爸呢？怎么一直没见他呀？哦，下午说出去了，估计找汪叔去了吧。哦，去这么久？嗯。哎，头发怎么样？还不错。小杜啊，你别哭了，我最受不了的就是女同志哭。苏，你一定要好好保重你自己。等下一个轮回，我们再见。哎呀，咋这瘆得慌了？什么叫下一轮回呀？你这回你先休息好啊，等休息好了，你找一个跟你年龄差不多的、条件差不多的，就成个家。你也老大不小了吧？哎，等有了家，我欢迎你们全家到我们幸福镇来。我不要，我永远也忘不了你。我下回也要找一个像你这样的男朋友，懂艺术，会摄影，还会像叔叔或者大哥哥那样照顾别人的男人。了，不是，你条件这么好，你干嘛非得找？你嫂子，不是你大嫂，不是你阿姨，找我有事儿了，先不说了啊。哎，苏，你别挂电话，我还有一句话。我记得今天是你的生日吧？ 你知道我生日啊？当然记得，生日快乐。我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，我所有的情感都在这份礼物中了。再见。耶稣，耶稣，我听说过桃酥、榴莲酥，什么叫第二酥？什么第二酥啊？我给二叔打电话。今天咱们拍个合影，把你跟美凤稍微近点。来来来，靠近点，靠近点啊！来，宝贝儿。好的嘞，一二三，茄子。哎，好。好了，咱们说一下祝酒词吧，谁先说？哎，要说咱得按大小来说，应该先是美凤，啊，接下来是我，然后是你，然后呢是于俊，然后是春雅，然后是你。干嘛呢？男尊女卑啊？嘿。咱们家可一直都是女尊男卑啊，今天必须得改改，是不是爸？哎呀，谁说都一样。要我说呀，咱们家最辛苦的是美凤，要不你说两句？行，那我先说几句啊。哎呀，时间过得挺快的。我记得我当年进这个家门的时候，我还大着肚子呢。没有想到今天就成一家人了。没有你们对我的爱，我就没有今天。老苏，这个家是你给我的，是你收留了我。我今天想跟你说，
我爱你。我也爱你们，我更爱这个家。我们也爱你，生日快乐。说的挺好，接下来该我了啊，爸。我觉得这辈子我最有幸的一件事就是娶到了春玉，能来到这个家里。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上门女婿啊，总怕别人瞧不上我。可是爸，您一直把我当成是亲生儿子一样看待。您教了我手艺，让我重新在这个家里树立起了信心和地位。别的我也不会说什么。今天是您生日，祝您身体健康，生日快乐。嗯，到我了是吧？爸，怎么就60了呢？哎呀，我还记得，也小时候，爸一个人就拉扯着我们仨呀，多不容易。长大了，爸老了呀，对不起，控制不住。那个体检报告出来了，爸身体都特别健康，一切良好，没问题。看我们这些做儿女的，只希望爸身体健健康康的，跟美凤啊幸幸福福的，就足够了，是不是？对，爸，生日快乐。到我了，老爸，我呢是最晚一个进入这个大家庭的一份子，不过以后呢我会加倍努力的孝敬您，孝敬美凤姐。哎，爸，我得感谢您培养了一个这么好的女儿。爸，我祝您生日快乐，笑口常开。嘿嘿，哎呦，这该说的好像都被你们给说了。爸，我呢？自豪，哦，不是有一首歌唱得好吗？18岁，18岁，我参军到部队，红红的领章印着我开花的年岁。虽然没有带上大学校徽，我为我的选择高呼万岁。生命中，谢。哎，于俊，快去拿！哎，爸，是不是春兰来信了？啊，是吧？哎呦喂，说什么来什么啊！春兰来信了！哎呦，真是，这还北京来的包裹啊？北京，北京，谁的？给老爸的。来来来，给我，
我得收好了，这晚上啊，你爸还得偷偷看呢。对对对，怎么会偷偷看呢？这肯定是我的一个读者寄给我的。读者寄给你的？嗯。早不寄晚不寄，他知道你今天生日啊？这不赶巧了吗？那你敢打开看看吗？那看看就看看吧。那我打开了啊。大老远从北京寄过来。开，先看看。啊，这是老爷。你这认识会画画的读者不少啊。